下。你那一袋是什么呀？面膜。做完了？嗯。到时候到家你先选，然后我剩下放冰箱给我妈。没用，我都留给你妈吧。不行，你必须得用，不然你都不知道我做的时候是什么心情。敷面膜还能知道心情？当然，用了你就知道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你又不跟我说。知道不说了还问。那我不问了，反正肯定在想我。对成。妈，好好，我不说了，你也别说了。不行，专制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们这回是去你家见你爸妈，跟他们聊正事儿。你把你那些虚无缥缈的感情收一收，你想让你爸妈把我扫地出门啊？虚无缥缈。行，每日例行一刀。但记住，你今天的额度用完了，你不能再叨我了。不跟你说了，在家。你怎么听不懂我说话呢？谁说我听不懂你说话？我如果冒犯到了你，可能是我的表达方式不对，但那绝对不是我的初衷。所以，请你尊重我的感情。你可以不喜欢我，但你不要看清我的感情，那样我会很难过的。况且我也没觉得你不喜欢我呀。我不是看清你，我是觉得你这段时间真的不能想这些。想不想是我的事儿，你别区别对待就行。什么区别对待？吴泽啊，他不是也喜欢你吗？你还没答应他。所以同样都是被拒绝的男人，为什么他给你包的虾你吃那么开心，我给你包的这些虾你看都不看呢？我们那是在聊正事儿，李哥要进田径队了。哦，那是谁把他招进去的？而且我还挨了他一顿揍，这事儿你不会都忘记了吧？你是天蝎座的吧？双鱼座。怪不得那么爱哭。谁爱哭了？你才爱哭。我可坚强了。行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。走什么？我虾都没吃呢。